我们看过去这些修行人啊，这些往生的人，绝大多数都是三年就成功了啊，三年时间不长啊，1000天而已啊。得功夫成片，只要得功夫成片，阿弥陀佛就会送信息来。啊，《楞严经》上所说的，大势至菩萨讲的，忆佛念佛，现前到来必定见佛。啊，必定这两个字，讲得多么恳切。一丝毫怀疑都没有，啊！你念佛，你心里头有佛，这个忆佛是心里头真有佛，除佛之外，没有杂念，没有妄想，啊！起心动念就是一句阿弥陀佛。对了，你能坚持三年不变。阿弥陀佛就来了，或是在梦中，或是在定中，啊，佛来看你，来安慰你，来坚定你的信心，让你知道，啊，你跟佛已经有联系了，跟阿弥陀佛，佛会告诉你，你还有多长寿命。那到时候佛来接引你到极乐世界，开心了啊，见到了，这不是假的了啊。那么在这个基础上，有一些人可能还是多数，不是少数，见到阿弥陀佛机会难得了，会要求阿弥陀佛，我还有的寿命我不要了，我现在跟你去。阿弥陀佛慈悲，没有一个不答应的，真带他走了。所以我们看到《净土圣贤录》《往生传》里面记载的，许许多多人大概都是三年，哎，前后他就往生了。啊，绝对不是他的寿命恰好到了，没那么巧的事情。啊，像古人记载里头，宋朝盈科，啊，他寿命还有10年，不要了，要求佛带他去，佛跟他约了，好，3天之后来接引，3天真走了。啊，所以我们相信地贤老和尚的徒弟啊，锅炉匠往生也是我们近代人啊，抗战时期的事情，3年往生。我相信他不是寿命到了啊，他在40几岁嘛，啊，肯定是他是还有寿命，他不要了，跟佛走了。啊，佛真的带他走了。啊，他是站着往生的，死了以后还站了3天。啊，谢佛有啊，给他师父报信啊。那个时候没交通，没有交通工具啊，都是走路啊。到关中寺，一个往返3天。啊，他的师父来了，地贤老和尚来了，他在站3天。老和尚赞叹他，太难得了，
真有成就。啊，站着往生多，往生之后还站三天，大概只有他一个，没第二个。啊，那么像这样的人，我在美国见过，都是在家居士。啊，往生的时候，自己知道。啊，这些人很聪明，一点风声都不透露给人，甚至家里头，啊，儿女他都不说，为什么？怕他们障碍。那他们写遗嘱，把自己的后事料理得清清楚楚，啊，就走了，痕迹都不照啊。啊，我在旧金山遇到一个老太太，70多岁，啊，儿子媳妇在美国生了小孩，啊，他住在台湾，把他找去照顾小孩。啊，做家事，啊，所以他也无所谓，他念佛，啊，念佛也家里人也不干扰，反正在美国，夫妻两个都上班，小孩叫个老太太，啊，小孩3、4岁了，上幼稚园了，啊，老太太一个人在家念佛。啊，走的这一天，每天早晨老太太起早起烧早饭，他们吃了之后，上学的上学，上班的上班，都走了。啊，那么这一天，儿子媳妇起来之后，看老太太没有动静，也没人烧饭。啊，感到很惊讶。打开老太太房间，老太太穿了海青，坐在床上，盘腿坐在床上，叫他不答应。仔细一看，走了。啊，旁边留留有遗嘱，而且把他儿子、媳妇、孙子的孝服他都做好了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至少我们了解的是，应该是3个月前他就知道他有这么多时间呢，啊，把这些后事料理清清楚楚，让他家人说一点心不操。啊，这真的不是假的。啊，我们的同学们亲自去看过。那么在美国念佛往生的，我们听说的很多，啊，这都是给我们做证明啊，是真不是假的，啊，为什么他成功？专一，他没有杂念，没有妄想，在美国听经非常不容易。那老人出门自己不能开车，就很不方便。啊，搭公共巴士，公共巴士大概半个小时、1个小时才有一班，要一般人都自己开车。啊，那么这些多半都是老人。啊，老人没有特别事情都不愿意出去。啊，所以他们做了这些榜样，让家人看到了，
让佛友看到了，让邻居看到了，那都叫弘法利生。哪一个人年老了没有病苦没有思苦啊？这些念佛的人这些苦都没有了。佛家常说的八苦，一切众生都免不了的啊。第一个是生苦，生苦每个人都经历都忘掉了啊，再就是老病死，生老病死这四种啊。除这四种之外有爱别离啊，你所亲爱的到死的时候总要离开了，不能再住在一起了啊。冤憎会，冤家对头想离开的偏偏遇到，那还有一个求不得啊，心里所希求的得不到啊，最后无因之身啊。无因之身是使我们身体的变化，烦恼习气，这都属于无因啊，谁能避免？这些修行人他没有了啊，他清清楚楚啊，自己要往生到极乐世界了，连儿子媳妇都不说啊。说的时候是怕他干扰，怕他们难过啊，提都不提啊。这个老太太留了遗嘱，还有人不留遗嘱的，没话好说的啊！表演给我们看了，有善根的人一定觉悟到啊！啊，这就是学佛的好处，这就是学佛真实的福报，真实的利益。那我们亲耳听闻，这都是事实啊。四十年前台湾台南将军乡也是有个老太太念佛三年往生，也站着走的。那这个事情我有一次在中山大学讲演提起了啊，散会之后就有当地的同修来告诉我，真的，他们是邻居啊，这不是假的，这个不能骗人的啊。理论修学的方法要遵守的原则效果通通在这部经上啊，这部经是最好的说明书啊。极乐世界从哪里来的？是阿弥陀佛自性里头变现出来的，是所有的念佛人那一种恭敬心真诚心向往的心变出来啊，跟阿弥陀佛同心同愿同德同行，就全到这儿来了。那阿弥陀佛带头啊，首先变现出来，每一个往生的人在极乐世界都是天砖天瓦了
把自己修行功德统统回向到那边，怎么成就的？无比殊胜庄严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